好，歡迎翻到嚟陳皮妹頻道。7月3日啊，咁啊，今日亦都係乒乓球嘅社群日啦。咁啊，主角就係呢、這個暖暖住啊，由而家開始11點到下晝5點，咁啊有大量嘅暖暖豬會出現啦。咁啊，呢度照舊都係呢、這個荔枝肉館咁少嘅。咁啊如果有閃光板啦，咁啊，如果你升到去炎武王嘅話，就有呢個特殊招式，爆炸烈焰啊。而咁啊，另外呢個有利無阻3個鐘頭，經驗值3倍，諸如此類。有係啦，咁啊，大家記得足啦，咁啊買咗飛啦，咁啊睇下維羅博士今日要講乜嘢啦。咁啊，今日目標就係捉一隻白同埋一同埋閃。好，喂，陳明妹，你嚟得正啱啱好啊！你今日有咩計劃啊？我打算同呢個隊長們去野餐，只係我實在唔知道我帶應該帶啲咩去。坎迪拉要帶食嘅，史帕克帶飲嘅，然後布蘭處負責帶刨冰，所以我決定去散個步啊，讓腦袋清醒一下。就喺嗰個時候，我發現咗一大群嘅暖暖豬。OK， 就喺就在嗰刻，我靈機一動，你知道暖暖豬最愛食呢個火烤樹果嘛？呢隻火嘅火豬嘅 Pokemon 會從鼻孔中噴出呢個火焰嚟烤呢個樹果嚟食。我決定要嚟試試用呢個火烤樹果，就喺呢個時候去睇睇暖暖豬吧。OK， 咁啊，火烤樹果4個 step， 咁啊，第一個就強化10次嘅 Pokemon。咁啊，另外捉15隻暖暖豬，再加投出5次嘅 nice。OK， 咁啊，繼續做。哇，屌呢度滴水嘅，咩事咧嚇？好，咁啊，捉我睇下有冇閃啦。暖暖豬，去啲冇太陽嘅地方先，我唔行出啲太陽地方住嘅，大佬。15隻。咁啊，由於有呢、這個3倍嘅試經驗值等等先，咁啊開個道具，咁啊今日亦都係送呢、這個送乜嘢啊？送呢、這個30個黑波嘅，咁啊大家記得攞啦。OK， 咁啊將嗰啲今日田野任務，哇，仲係上次原綠沙啲，我幾耐冇玩啦，大家。OK。OK，delete 曬啲 quest 先。好，唔打。好，咁啊只閃光暖暖豬就係呢個黃色嘅。OK， 咁啊，等間做完個古仔就用翻上次嗰招式啦，咁啊去睇下捉唔捉到，用 VCatch 睇下捉唔捉到100IV 嘅暖暖豬啊！咁啊嚟緊就會有呢、這個四週年定三週年嘅活動啦，咁啊到時睇下玩唔玩啦。咁啊另外就喺呢個日本嘅獨賣，哎呀獨賣嘅唔知咩 park 嗰度又有個嚟緊有個實體嘅。Niantic 唔係即係 Pokemon 嗰個活動，咁啊將所有某啲有50隻嘅 Pokemon 實體化係啦，咁啊我見過幾靚嘅，不過大家都冇得去嘅，基本上係啦，咁啊你可以去嗰度影下相，但係冇乜嘢做嘅，應該係影下相。喂、哎，閃咗啦！哇，今日咁快閃嘅，幾好喎！好。看看有沒有100先，等一下轉頭已經閃了一隻 very good， 有沒有100IV 看看先，是沒有的，當然誰有這麼著數啊。好，那看完個故事了，咦沒話說的，喂做什麼啊，不說話的，喂沒了啊，直接去了15隻暖暖豬，跟住傳送，跟住進化3隻暖暖豬。喂，搞錯個古仔咧，出翻個古仔俾我啊！
呃咗錢啊，大佬。好，咩事啊？好，停一停先，我哋停一停先。好，開翻。喂，俾翻個古仔我啊，大佬。喂喂喂，喂，翻嚟，歡迎翻嚟。睇嚟你捉到好多暖暖豬喎、啊，暖暖豬會進化成妙妙豬，佢哋都係火豬 Pokemon。佢哋食得越多可供燃燒嘅嘢就會越多，胃裏面嘅火焰都會變強，力量就會源源不絕咁湧出嚟。哎，係啦，我要去睇一下我哋嘅樹果烤成點樣。我要回去翻去準備野餐要用嘅嘢，你可以趁呢個時間讓暖暖豬進化成妙妙豬。好，咁我哋繼續啦嚇呢個。咁啊，另外上次有冇講啊？個團體戰遲啲會改啦。咁啊喂，第二隻閃啦 ，very good。咁啊之前嗰啲距離可能會縮減翻啦。即係而家因為疫情關係，中國武漢中國肺炎嘅關係，咁啊而家可以遠啲打啊嘛，企遠啲打。咁啊遲啲會縮翻，因為美國而家差唔多一半人已經打咗疫苗啦。咁啊照計佢哋就應該遲個會放。疫情會咁嚴重啊，咁啊，佢哋 Niantic 就會將嗰、那個呢、這個團體戰嘅距離變翻與前咁啊，亦都會準備籌備緊開翻呢個 VIP 團體戰，係啦。咁啊，大家呢個時候盡量將你嘅道館同埋有啲新嘅 VIP 道館就打翻上金牌先，最緊要就係係啦。例如深宮就多咗個 VIP 道館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大家記得。大家記得升定啲 VIP 道館，咁啊有新 VIP 頭目就可以打先啦，大啲機會攞到飛啦，係啊，咁啊記得呢樣嘢，記得準備好。好，今日好順利喎，兩隻閃咯，喺故事模式期間，哇三隻閃啊，今日拍狂派閃喎，做乜嘢？十分犀利，今日啲閃嘅機會咯，實在太富呢、這個闊佬 ，OK 三隻，好維諾博士嚟啦，終於，喂陳明寶，你快嚟睇睇我哋嘅烤嘅樹果，真係太香啦！冇諗到我哋居然可以從 Pokemon 身上找到呢、這個料理嘅靈感。你的妙妙豬睇嚟都好厲害喎！你知道妙妙豬都可以進化進化成呢個炎武王，係炎武王唔係烈焰王。炎武王會用佢下颚嘅火焰燃燒拳頭，接連使出呢個火焰拳擊，係非常關心夥伴嘅 Pokemon。哎呀，我真係個唔會掌握時間嘅人，總唔能夠讓隊長佢哋久等。試著讓妙妙豬進化成呢個炎武王，我都好有興趣。好，進化一隻頭三次 Great， 同埋傳送十隻 Pokemon。OK， 咁啊嚟咗先，好，嗰只唔系妙妙咩？顶啊，嗰只咩啊？唔系炒炒猪，顶我咪文盲大佬，点解读妙妙嘅？发鸡盲，好，炒炒猪黐线，好进化。炒炒豬啊！對唔住，未瞓醒。好，炎武王 ，yes。爆炸烈焰，整多隻先。邊只好啲啊？有隻兩星噶，兩星呢只咧，進化。閃光炎武王。嘟嘟嘟嘟！哇，好型啊，蓝火啊，高温火嚟。咁啊，完埋个古仔啦，攞多个雷达啦。喂，陈明妹，你真系太厉害啦！你嘅炎武王睇嚟真系好强，呢只火大火猪嘅 Pokemon 拥有火属性同埋格斗属性。
炎武王能夠使出兼顧力量與速度的格鬥招式，他的火焰胡鬚看來很慢，不過這樣想必不要整理。如果你是要繼續冒險的話，就我是你聽說你要繼續冒險，我要去參加野餐，祝你周末愉快，不請我吃東西，下次有調查吧，要拜託你的時候就我會立即聯絡你，或當我工具人正戰人。 Now let's go。 好，攞埋啲獎勵先。好，十二點幾啊，去到九龍塘啦。咁啊，804呢只暖暖豬應該係100 IV 啦。OK。呢只是加時的，頭先我第一次玩係得翻6分鐘喺附近，我頭先去到九龍城嗰只架，跟住諗住出翻旺角，途中見到呢只6分鐘喺牛津道附近，咁啊搞掂，100 IV，OK， 進化。咁啊，途中好多人啊，中咗啦，804啊呢个位，系啊，加时啊呢只，唉，加时搞掂。好，咁啊，第一只今日第一只100 IV。炎武王進化成功，咁啊，掂曬爆炸烈焰，咁啊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。好，12:48，第二隻100喺呢個達之路有一成對出，跟住落去九龍城方。唔係落去石結尾方向，喺頭先嗰度一直行過嚟，10分鐘行完，就係斷氣，大佬。好 ，check 下先，冇錯，100 IV， 搞掂。好，咁啊呢條片第二條。第二隻100 IV 嘅暖暖豬啊，去到呢度啊，咁啊，再捉到就繼續啦，冇就完啦。好，好，2:30，第三隻不過100，但係都仲未係閃，去到呢、這個通州街公園啦嚇、啊，小心啲啊，大家啊，呢度好多街友啊，有啲臭味，大家小心啲。仲有2.5個鐘，睇下可以熬到幾多隻啦。好，調查。好，第三隻100 IV， 咁啊，又都係咁啦。去到呢度一條片，有啊，繼續冇就完啦。OK， 咁啊，如果大家中意片就俾個 like， 訂閱頻道，歡迎follow IGLMV Discord Channel。下一條 Pokemon Go 片翻嚟再見，拜拜。